我们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才知道什么是真正幸福美满。《论语》前面一句话是幸福美满，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悦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喜悦，不是外面刺激，那是真的。外面刺激的在佛法里叫乐，叫快乐的乐，不叫做喜。佛法里面这个喜跟乐啊是有分别的。喜顺是内心，内心里头往外面生，这是喜，叫喜悦真乐。外面五欲六尘那是刺激，那种乐我早年讲经常常用吸毒打吗啡来形容那个乐。那个乐好像乐一下的时候后头后遗症麻烦多。它不是真的，那是刺激。真正喜乐的时候是从内心往外发。佛家讲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这是真正幸福啊，真正快乐啊，不受外面环境影响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给我们表演。苦行僧他实现这个样子。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所有的财产呢，三衣一钵，三件衣一个钵，那是他的财产，全部就这么多。那在我们看起来，这苦不堪言啊，这日子怎么能过啊？他是其乐无比。从什么地方显示出来呢？从他教学讲经教学，你看他多快乐，他精神多好。学不厌，教不倦。我们在经典里面没有看到是释迦牟尼佛哪一天疲倦了累了，没看到过。教学讲经还给人做好榜样，示范给人看，永远不疲不厌，其乐无穷啊。这个才真正叫幸福美满的人生啊！以前方东伟先生告诉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从哪里看？从释迦牟尼佛看。你看出了最高的享受。所以我们要认真把它做出来。还原观上讲的威仪有责，为什么呢？做出来就是度众生。我们不照规矩做出来，自度可以，没问题。不能利他。敬宗是大臣。大臣不舍众生啊。念念呢要帮助众生，念念要有成就众生的这个心，这个念头。总要帮助他。帮助他呢，他有没有缘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今天没有神通。我们不知道这个众生呢跟佛有没有缘。但是我们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把这个修正这个信戒行正做出来给他看。
他有缘的，他相信，可能这一生得度；他没有缘的，也跟了众生根。啊，他看到我们这个形象，啊，所谓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看到是粒眼根，听到是粒耳根，阿赖耶里面都种了佛的种子，这就全都种了善根了。虽然这一生他还是迷惑，啊，他还是不相信，这个善根功德不可思议呀！啊，为什么呢？经教里面说，这个善根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他造业，他受报；他造善业，三善道受报；他造恶业呢，这三恶道受报。啊，什么时候他对于这个六道的果报啊，感到厌恶了，感到讨厌了，他阿赖耶里面的佛法种子就现行了，就起作用了。只要这个种子起作用，只要他想到佛，啊，念到佛，佛就现行。啊，佛慈悲造了基础啊！啊，所以来生后世必定因阿赖耶落下这个种子，他得度。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世间法，世间法讲六道。六道里面一切功德了，都比不上这个功德殊胜了。啊，所以我们做出这个学佛的样子给人看了，这即大功德了。下面该法藏一向专制妙严净土，庄严众行，是其殊胜愿恨也。这个我们应当学习啊！怎么学？啊，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怎么学法？礼，贤首过思还原观上跟我们讲的，贤一体，齐二用，事三变，这是礼。啊，礼明白了。但要把这个理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个生活就是佛菩萨的生活，不是普通菩萨，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其用的时候，大师根据《华严经》，归纳有四德，啊，行四德了，随缘妙用，这个四德每一条里面境界
没有边际啊，无量无边的 啊，头一个知道随缘妙用啊，这个随缘好懂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就随缘了啊。妙用是什么呢？在随缘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什么人？诸佛如来，化身大士，这不是普通人呐、啊！能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又不受染污，永远常住在清净平等觉，啊，我们用个浅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恒顺众生，决定不受众生的影响，这个本事了不起啊！啊，那我们想想，我们烦恼很多，忧虑很多，啊，为什么？我们受环境影响，特别是人事环境。那这个静念当中微微的波动，我们就心就不安啊，这反复啊，心随境转，我们被环境所转了啊，我们受环境的控制啊，啊，人事环境控制我们。物质环境也控制我们，自然环境也控制我们，不就是如此吗？苦不堪言，这事是真的吗？不是假的。为什么？大经上佛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怎么会影响你啊？不是外面境影响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妄念啊，妄想分别执着影响你的清净平等觉，是这么个道理啊。外面实在讲没影响，外面真能影响，那诸佛菩萨统统受影响才对呀、啊。为什么他能够不受影响，我们受影响？啊，他所以不受影响，他把这个诸法实相啊，真的清楚。啊，从一体起二用，是三变，这就是把诸法实相彻底明白了。明了之后呢，明了就放下了嘛。那古时候佛在印度，那时候人怎么会修成功？那个时候有小乘啊，佛啊叫一堆小乘，小乘里面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所以佛在经上教给我们
佛藏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这几句话很重要啊，你学佛不从基础上扎根，你开始去学大乘，佛说佛不赞同，佛不承认啊。就好像念书，你从幼儿园念起，小学、中学、大学，你说一下就上大学，前面都不念，没人收你 啊。所以小乘经在中国大藏经里头非常完备啊，四阿含就小乘经啊。我没学那么多，张家大师告诉我啊，他说南传巴利文的三藏跟我们汉文经典四阿含一比较，只比我们多50部的样子，那翻译就太完整了，总共将近3000部啊，3000部差50部，这个太就太小了。由此可知，小乘经到中国是完备的啊。所以小乘在隋唐的时候有2个宗派啊，这是学佛的基础，共同科目，不能不学啊。居士宗、陈氏宗啊，可这2宗唐朝末年衰了，宋朝时候就没有了，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有这2个宗。那于是唐朝中叶以后，我们中国人很聪明，不学小乘，那怎么办呢？用儒跟道代替啊。儒跟道是中国的东西啊，里面的内容不亚于小乘，比小乘讲的还圆满。所以中国出家人啊，跟中国在家的居士，没有不念45经的，没有不念老庄的啊，老子、庄子，他用这个做基础啊。再学佛的大乘呢，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你看隋唐到现在1700多年啊，这1700多年几个朝代里头啊，出家在家高僧大德啊，在家的这些居士修成功人数不少啊，超过汉唐啊。这就是说明这个措施是正确的啊，我们可以接受的啊。就今天我们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当初有人来问我，就这个是儒的东西、道的东西，我们学佛为什么学它啊？提这些问题对中国佛教这2000年历史他不懂啊，他要懂他就不会问了啊。用儒用道来做基础，这不是我提出来，唐朝中岳的中叶祖师大德提出来的啊。所以儒释道三家表面上形式你看得出来，穿的衣服不一样吗？啊，居住的环境不一样嘛。啊，除外表之外，里面内容早就融成一体了。有华严经说，信为首，如人有手啊，至珍宝处啊，随意采取；若人无手，空无所获啊。可见信者乃入法之出门，学此莫有啊。你这信多重要
所以大经大论，大经是华严，大论是大智度论。都说性为道源功德母，道的根源是性啊，一切功德呢都是从信心就生的，不信你没有功德了，你可以修福德，你没有办法修功德啊。功德一定要从信心，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学佛在佛法上有没有成就，实在讲，你细心去观察，你对佛信不信，你对法信不信，你对善知识信不信，如果对这三个信心不足，你在佛门只能修到福报福德，功德就没份了。这福德不能解决问题福德可以解决眼前生活，有福报吗名闻利养可以得到，与了生死，脱轮回，往生成佛毫不相关，这个要知道可是这些事情呢，对于现在一些追求知识的人来说，他也很正常。他说什么呢？那些是迷信的，那些不符合科学。他的亏就吃大了好在现在这个量子力学出现了，这是新兴的科学我相信应该在5年之内就会很普遍量子力学里头发现佛所讲的一些原理原则的时候，统统证明首先给我们证明一段事情，宇宙是刹那之间出现的，是无中生有的这个讲法跟佛法就非常接近实际上它不是无中生有，它是一念不觉自性变现出一个阿赖耶出来，阿赖耶是造物主，从阿赖耶里面出现了宇宙万物生命，包括我们自己这个已经很接近很接近所以这个东西有好处可见信者乃入法之初门，舍此莫有又为设法之上首，故曰才入信门便登足也。这叫你真信慧能大师为什么听五祖几句话就开悟了？没有别的，他那个诚信达到了饱和点，所以一点他就通了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我们这个信里面掺杂着有怀疑不是完全诚信信这个烈度不够，这里面学问大了圆满的信心带给你圆满的成就。
信心也不是那么容易升起的。啊，特别是现在的科学，科学讲究怀疑。啊，这个跟学佛的这个入道之门呢，是完全相违背的。啊，佛法里头丝毫怀疑都不能有。你有一分怀疑，就有一分障碍。啊，有十分怀疑，就有十分障碍。我们把信心分成一百分。啊，圆满一百心的这个信心，他立刻就能成佛。就此地讲，才入性门，便登祖位。慧能大师就是这个例子。啊，一百分的信心，能够有十分信心就不错了。就很难得了。我跟这几位老师看到我的时候，我想我的信心也不过就是十分而已啊。啊，一百分只有十分啊。如果我是百分之百的，那我就像慧能大师一样了，那就成佛了。啊，真的一点都不错。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怎样提升我们？要如何加深我们的信心啊，这个信心与读诵大乘有关系啊。你现在说一部经你是一就听取啊，这一部经真的你能够听上3000遍，你的信心啊至少可以达到的时候20%-30%啊，那就有相当领悟的能力了，啊，你的戒定慧逐渐逐渐就形成了。